那我先整理一下，我再跟你联系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没问题。我们先说定了，好像你下半年以后你毕业了，你毕业你都跟我说个，跟我说我们整理好那个时间，你什么时候过来就什么时候过来，这个是铁定的啊。好，话都放在这里啊，话放在这里。就看疫情啊，看疫情啊，主要是看疫情。对，行，当然，我觉得下一年应该没问题了吧？下半年是 OK 了吧？好了，希望。三年多了，现在，是不是 ？OK 了，好。那我今天不打扰你了，我先挂，我整理一下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好，那就这样啦，拜。